那我们修学一定要有方向，要有目标。确实，断烦恼说的容易，做起来是真难啊！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不是像佛经上讲的，真正有善根。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不容易做到啊！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我们才知道感恩净宗法门。读这个经本，感恩法藏比丘啊，这阿弥陀佛的前身。啊，这个法门带给我们这些人，啊，中下根性的人，无比的利益了。他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办了一所佛教学校。啊，十方世界的这些人众生，只要愿意到他那里去求学，啊，真的是来者不拒，只要你欢喜来，他都收你。啊，入学的条件很简单，你相信他，你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真肯念阿弥陀佛。这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万修万人取啊！啊，还有人问我，说这个法门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就往生，是不是真有这句话？真有，就在这个经里头。哎呦，那一念神念者，那到临命终时才可以了。临命终时你不会念，你就去不了了。这阳定千日，用在一朝啊。我们天天念干什么？天天念，把它念成习惯。临命终时会提起来，不会忘记。哎，真的，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，不是现在。现在念再多也没有。但是不能不念，养成习惯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你听了可千万不要误会，存那个侥幸的心。哦，现在念不相干，现在就可以不要念了。到临终时再念。如果你老年得个痴呆症怎么办？别人助念你都没办法了。啊，人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呢？晚年呢，健康长寿。这是最大的福报啊！你临走的时候，头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所以要积功累德，要断恶修善啊！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健康长寿的修学方法啊！我们能敬重老人，这是因果吗？我们爱老人，我们敬重老人。我们帮助老人，我们老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人帮助我们，啊，尊重我们，一个道理啊。我们今天要是轻视老人，不照顾老人，到我们老时候可有罪受了，谁理你啊？那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会老，我们就特别爱护老人，啊，要帮助老人。要解决老人呢许许多多的一些困难问题。